不管是几号人，都被千禧二的数字包覆了。记得喵喵大师说过，二号人的老二哲学，不管什么事，通通都要问一下才安心吗？现在我们是不是也习惯了，不管大事、小事、鸟事还是没事，都要划划手机看一看、问一问才能安心呢？真的是进入新时代了，对吧？ 嗨，Hi, 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先说个迁徙后的关键变化：我们存在的地球是有实体物质的地方。数字一给了玩家一千年份探索地球的热情与动力。只要是最新的、没看过的，都是最棒最好的。 到世纪末时，各种令人惊艳的东西都发明诞生了，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就像一点九同学的成果发表会。现在则是大名大放后进入千禧二的启蒙时代，数字二给玩家的动力是往内去找。 去看看不见的东西，去听听不见的声音。换言之，感受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、推理能力才是重点。建构双方合意的合作关系，尽量互惠，让往来可以长久，最好变成一种循环。从现在开始，无法一眼看穿一人掌控的事物，会变成主角。 而且越来越重要，像病毒、网络集资、网红、虚拟实境、数位银行，这些都是没体验过就很难说明的东西吧。未来只会越来越重要哦。现在是二点零同学准备进入世界的开端，和一点九的同学交接期大约一百年吧。 一点九的同学一边要维持旧秩序和成果，还要加紧学习新技能。如果身为前辈和主管，还要带领一群即将进入职场的新鲜人类。一点九的同学觉得自己压力山大吗？没问题的，来聊聊怎么带领二点零的下属同事吧。二点零同学大致有两种人，差别非常大。一种是回来地球疗伤的，可能很懂事，却没有热情。 一种是地球经验少的外星人，不懂危险是什么，什么都想试。这种 M 型分布和 K 型分道扬镳的发展，一点九的前辈主管们觉得冷汗直流了吗？让我们说下去吧。 二点零本能关注的是互动者的情绪，猜测对方的感觉，然后依据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去行动。如果是疗伤系的二点零，判断力可能很精准优越，但事情的完成度也精准的直到及格范围，完全没有多做一点的热忱和动力。这是工作，只有对价关系和自我超越没有关系。钱可以买我的时间。 工作成果，但不能买我的心。老板，请撑住。二点零本人觉得疗伤旅程比较重要啊。至于什么是疗伤，喵喵大师下次再说。但如果这个二点零是外星人，这下就热闹了。因为地球经验少，从判断开始就很容易歪楼，加上想象力丰富，奇思妙想就会非常多。想象一下。 老板交办某件事的时候，看起来有点生气。二点零外星人的歪楼判断可能会先逗老板开心，自认为是一种服务，但多半不到位，离拍马屁还很遥远，是一种旁人不开心需要调整自己感觉的本能反应。接下来才会去把事情做完。但是当老板发现事情没做好，竟然还耍宝时，是不是可能会暴怒呢？ 但二点零外星人可能会伤心哦，觉得自己努力加服务外还不被认同，好可怜。听到这里，老板应该快吐血倒地了吧？记得之前有聊到 AI 导航系统的特色吗？即使走错路，故意乱走。 谷歌小姐也不会骂人，可以一直更换路径直到抵达为止吗？是的，就是用这招，不管二点零外星人怎么乱，就是提醒目标与期限，扣紧重点，确认完成度，提醒时间底线，请放掉情绪，假装自己是谷歌小姐，跳针式提醒比发飙、威胁、利诱更有效哦。完成任务可以休息玩乐一起嗨，没完成时只会无限循环到世界末日的威力。 二点零的外星人一旦明白了，就会认命去做完的，而且用的方法保证不是老板指定的那种，因此没有危险性的事，结果对就好，留自由探索的空间给他们，事情有完成就 OK。 如果连步骤都要指定时，二点零外星人会无所适从，因为他们是地球新手，不懂才是正常的。如果坚持要教到分毫不差，那喵喵大师佩服您，要挺得过他们一万个为什么的问号攻击。他们大脑运作方式和大家都不一样，简直是逆向行驶，完全不受旧框架限制。 但天才和白痴常常只有一线格在成为天才前，要先注意安全，提防创意大挥发变成危机大爆发。但在新创领域，二点零外星人的新发明与发现是很值得期待的哟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分享给他们吧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